下我们充电的相机，这张照片我拍的比较久一点点。再看看你的左手边，再看你的右手边。中间，还有谁没有拍到？你可以挥个手让张雨桐看到哦。我们待会还有更多的拍照时间，谢谢大家。雨桐，恭喜你，中间的相机。待会我们会有独拍的桥段，再看看您的左手边。再看你的右手边，最后看看你的正中间，要留久一点哦。这泰迪熊这是告诉张雨桐怎么样展翅高飞的意思啦。看看我们中间的相机，哎 ，Power 不要播错歌，不然一下子的歌哈。看看我们中间的相机哦。再一起看看你的左手边。路边还没拍到，就是拍这边这台，然后这一台哦。还有谁没有拍到？你都举个手吧，让亚龙跟雨龙可以看到你。我两个人发色还蛮像的啊。还有谁没有拍到呢？那这台再一次，谢谢。我们请亚伦慢慢的将这只可爱的礼物交到张雨桐的手上，还没有给他，还没有给他。我的好朋友建议掌声欢迎百忙之中来站台的，看看我们中间的相机。好，美丽女孩助理将花交给妈，来这边，再看看右手边，我们刚过母亲节。祝全天下的母亲节快乐！